초보, 초보. 这只是初步计划。他初步打算今年回家过年。除，23不能被五整除。除他以外，别人都走了。处分。你再犯错，我就要处分你了。处分打架斗殴的学生。处境。我现在的处境不适合这样的高级轿车。我十分理解你的处境。处置。他把事情处置得很妥帖。公司对违反纪律的人处置很严厉。储备。目前，中国的外汇储备平稳上升。粮食储备告急，急需增加。储存。这个缸里储存着冬天吃的泡菜。仓库里储存了足够的粮食。储蓄。为了给孩子治病，他们把医生的储蓄都拿出来了。这次旅游花光了我所有的储蓄。触犯。他触犯了法律。他的行为触犯了他的尊严。川流不息。马路上汽车来来往往，川流不息。人们川流不息的到来。穿越。他说，穿越沙漠时见过海市蜃楼。不要随便穿越行车道。传达。
我把消息传达给他了。 他在这个公司当了一辈子传达。传单，传单，你帮我们发传单吧，请你把这些传单送过去。 传授，传授。老师的主要职责就是传授知识。妈妈把料理的秘方传授给女儿了。 船舶，船舶已经按时出港。我在制造船舶的重工企业工作。喘气，喘气。 孩子一口气跑回家后，大口大口地喘气。他不得不坐起来喘气。喘，喘。 他送给我一串项链，他把这些珍珠用线串了起来。这家餐厅的羊肉串很好吃。 床单。 床单上的污点很难洗，他不小心弄脏了床单。创立，创立。 他大学毕业后创立了一家公司。这家公司是在2006年创立的。创新，创新。 我们需要在科学技术上不断创新。那是一座很有创新的建筑物。创业，创业。 他决定创业。国家鼓励大学生创业。创作，创作。他创作了许多歌曲。 我们一起欣赏了他的新创作。
吹牛 吹牛 他喜欢吹牛 大家都不喜欢他 他胆子小 却爱吹牛 吹捧 吹捧 老板不喜欢整天吹捧的人 他们俩总是互相吹捧 吹烟 吹烟 天刚刚黑 家家户户就飘起了炊烟 每次见到炊烟升起 我就会回忆起故乡 垂直 垂直 瀑布从100米的高处垂直掉落下来 自然的对话也从垂直关系转变成水平关系 垂 垂 他在艰苦生活中捶打出来了 他想买一把锤子 纯粹 纯粹 你这样做纯粹是浪费时间 他是纯粹的英国人 纯洁 纯洁 她是一个很纯洁的小姑娘 阅读好作品可以纯洁心灵 慈善 慈善 很多明星积极从事慈善事业 他在慈善团体挂了个名 慈祥 慈祥 这位老人的笑容非常慈祥 奶奶露出了慈祥的微笑。磁带，磁带。我听了2遍汉语教学磁带。
我买了一盒音乐磁带。 雌雄，它既能分辨出蛇的雌雄，它们决定用剑来决一雌雄。 次品，好的都用完了，只剩下次品了。次品增加，社长马上命令停用工厂机械。 次序，这几本书次序放到了，按照次序入场。 伺候，他在医院里伺候病人，父亲让儿子好好伺候爷爷。 刺，他被针刺到了，你要小心仙人掌的刺啊！从容。 从容，时间很从容，不用着急。他终于能从容地享受一段闲暇时光了。 从墙边长着一丛杂草，凑合，凑合。这台旧打字机。 先凑合着使用吧。这里的环境还凑合。粗鲁，粗鲁，他是粗鲁的人。 他说话粗鲁，看上去很没教养。窜，窜，敌人四处逃窜。
这篇稿子稍微篡改一下就行。 摧残，果树遭受了冰雹的摧残，它再也忍受不了这种地狱生活的摧残。 脆弱，人是非常脆弱、渺小的，心里这么脆弱，怎么能适应外国的生活？ 搓，这件上衣太脏了，洗时要多搓搓。身子很干净，搓不出泥。 双方经反复磋商，终于取得一致。为此次磋商派遣代表团。挫折，挫折，我不忍挫折他们的兴致。 不要因为事事不如人意而受挫折。搭，搭，你跟我搭车过去吧。 将那块湿布搭在绳上晒一下吧。搭档，搭档，他是我最好的搭档。 我们俩搭档好多年了，搭配，搭配，这两个词搭配不当。 他喜欢穿白色的 T 恤搭配牛仔裤。达成，达成，我和妻子达成协议，决定离婚。
我们的意见终于达成了一致。 答辩，我明天论文答辩，请你注意答辩时间。 请你给我一个正确的答复。我答复他的询问。打包。 他们忙着打包搬家的行李。这几道菜，请帮我打包。打官司。打官司。 他要在这件事上打官司，我们可以找一个好律师和他们打官司。打击，打击。 爸爸的失业给家人带来了很大的打击。金部长总是在大家面前打击我的自尊心。打架，打架。 街头有几个人在打架，姐姐总是在学校打架，使父母很揪心。打量，打量。 他仔细地打量着这个人，我们俩互相打量着，打猎，打猎。 队长带着部下去打猎。为了保护野生动物，政府禁止打猎。打仗，打仗。 没有人愿意打仗。他打仗回来少了一条腿。大不了，大不了。
这个病没有什么大不了，吃点药就会好的。大不了也不过十几天的样子。大臣，大臣。中国历史上有很多为世人颂扬的大臣。国王降罪于犯下罪行的大臣。大伙儿，大伙儿。下课以后，大伙儿到我家吃饭去。大伙儿都等你呢。大四，大四。这件事不需要大肆渲染。他们大肆炫耀，大体，大体。那两种方案大体有三个方面的差异。他还是个孩子，不识大体很正常。大意，大意。你太大意了，让小偷偷了钱包。这件事大意不得。大致，大致。我们俩的想法大致一样。昨天的工作大致都做好了。歹徒，歹徒。这伙歹徒的头被抓住了。他和歹徒奋力搏击。代价，代价。我们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他买这房子的代价是30万。代理，代理。让他代理我去。他一直代理我的业务。带领，带领。
服务人员带领我们去酒店的包房。老同学带领新同学去见老师。怠慢，怠慢。千万别怠慢了贵宾。那家接待客人很怠慢。逮捕，逮捕。黑社会老大被警方逮捕了。偷车贼在路卡被逮捕了。担保，担保。他肯定能赢，我敢担保。在他的担保下，我才得以就业。胆怯，胆怯。我突然胆怯了。他胆怯地逃跑。诞辰，诞辰。今天是毛主席诞辰100周年纪念日。因为明天是奶奶的诞辰，亲戚们都过来了。诞生，诞生。新的国王诞生了。昨天，一份新的报纸诞生了。淡季，淡季。秋冬二季是旅游业的淡季。目前正值电影放映淡季。淡水，淡水。生吃淡水鱼容易闹肚子。船员上岸补给淡水。蛋白质，蛋白质。多吃鸡蛋可以增加体内的蛋白质。今天科学课上，
我们学了蛋白质的基本单位氨基酸。 当场，他当场给大家做了演示。这件事是当场就决定下来的。 当初，当初，当初他参过军。我当初怎么对你讲的？ 当代，他是静物画大师，是当代第一大画家。他的文章是当代的名篇，很出名。 当面，有意见当面提，不要在背后指点。我不敢当面指出他的缺点。 当前，对当前的一些社会现象加以论说。如今大敌当前，希望大家团结一致。 当事人，律师为当事人辩护。作为当事人，应该很了解事情的过程。 当务之急是找工作。为了发展农业技术，当务之急是培养人才。 当选，当选。总统举行了当选后的首次新闻发布会。在本届会长选举中，民浩当选了。 党，在中国，党是领导一切的。
该党的党员大部分是年轻人。档案，档案。你的档案已移交该校组织部。将文件收入档案。档次，档次。超市里各种档次的商品都有。这家酒店在北京也算是高档次的了。导弹，导弹。那个国家最近进行了导弹发射实验。我军用导弹击落了敌机。导航，导航。我开导航才找到了出去的路。现在的智能手机也有导航功能。导向，导向。我们必须努力导向解决问题。大学创造教育的导向机制探微。捣乱，捣乱。你不要一直给我捣乱。餐厅被这伙捣乱的人捣得稀里哗啦的。倒闭，倒闭。公司因债务倒闭了。公司倒闭导致工人失业。盗窃，盗窃。他因涉嫌盗窃被警方带走。他为了凑钱玩乐而进行盗窃。稻谷，稻谷。近几年来，中国稻谷生产持续下降。最近，
农村里正是给稻谷脱粒的时候。得不偿失。得不偿失。他这样做得不偿失。他们为自己得不偿失的胜利而兴奋。得利，得利，我吃这个药很得力。我能成功得力于他的帮助。